我是陆敏，今年42岁，我是一名妈妈，也是一名音乐剧制作人和导演。你们说我发芽了会是什么植物？我想啊，你应该是一棵特别高大的树。我想你可能会是一朵很美的花。现在虽然有些悲伤，眼泪却开始躲藏，内心失去希望，我变得越来越迷茫。是否应该认清现实，我也许就是个失子，平平淡淡度过我这一辈子。我总有一天能灿烂成长。那什么是灿烂成长？怎么样才能算灿烂？总不能在黑暗中沉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请你们告诉自己，自己是一颗种子。好像打雷了，风也越来越大了，怎么空气也潮潮的？应该是暴风雨要来了。暴风雨？听说暴风雨会把我们给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安家。我不想离开这里，其他风雨小一点，让我留在这里吧。好，我现在开空调了，来感受一下冷风在哪里吹。看到你们身体了吗？对，这是感受。闭眼睛感受一下。冲破一切的力量。那唱的再有点爱，就是那种一听觉得暖暖的那种感觉。冲破一切的力量，是黑暗中找寻方向的光芒，尽全力去爱那个深藏的你，那独一无二的自己。这个剧本其实是写给你自己的是吧？没有写给我自己啊，就是写给孩子们了、就发芽跟不发芽、对，他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，对，他就是一个跟自我的对话。小朋友其实他不一定会能体会得到这种，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其实他不是感觉不到，就是他可能模模糊糊有那样一个概念。就我不期望说小朋友看了我这个戏之后他都知道了哈，我要什么，我要变成什么样，或者我要坚持自己的梦想，走自己的路，就是他可能就记着你一首歌，或者甚至只能一句台词，长到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他去回想，哦，我曾经看过，突然懂了，对这个戏，对，我觉得就够了。哇，好冷啊，大家都小心啊。群魔乱舞呢，姐姐你在干啥呢？不要影响我的种子们，快过来。哎哎，当心这样摔倒。来啊，给妈妈坐一会儿。我好冷，我好冷，我需要温暖。哎，我在哪儿啊？好冷啊，我要被突然走了。刮风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啊，大家把路线让出来啊。我要去迎接新生活了。一盒，哎，当心。进来。哎，小姐姐，我们排练厅不要玩滑板车。妹妹，我妹妹在外面。辛苦了，来吧，妈妈抱抱。一二。哎呀，妈妈抱不动你们了。我抱好我，我抱不动了。快像猴子一样下来。好嘞。好，来，妈妈抱。
啊，不哭不哭不哭，要要要要要要，大家又哭那么伤心，那我们擤擤鼻涕吗？哎呀呀，哦哟，憋的还是不行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呀好呀，哎呀喂，哎呦鼻涕啊。赵一西呀，我们起来了好不好呀？啊，来下来好不好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嗯，嗯，姐姐好坚强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走了。坚强坚强。嗯嗯，好嘞，嗯，好嘞。欢欢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西德，你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了？那些和我一起来的种子都发芽了，可是你们说为什么我一点变化都没有啊？来，词尽量的去把控节奏，不用说那么快，把行动做出来之后再有词。来，再给你们走一遍啊，那个真敲跟假敲，你的啊真的叫的相差甚远，太假了啊！欢欢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西德，你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？那些和我一起来的种子他们都发芽了，可是你们说为什么我一点变化都没有啊？找个种子拉起来比一下。不要灰心啊，西德，作为一个生活在土壤里的生物，我见过许许多多植物的种子，我保证你绝对不是那个最久没有发芽的种子。那我们能做点什么来帮他呢？或许你应该去问问其他植物，毕竟我们也没有发过芽。有道理啊。什么？都两周了还没有发芽，这不是把生长计划都打乱了吗？什么？都两周了？把他吓到一鸣惊人那种感觉。西德会发芽吗？我觉得西德是颗好种子。他会发芽，但是你也不能排除他因为一些什么先天性的原因所以不发芽。他作为一颗种子，他就真的是用来发芽的吗？那葵花籽儿怎么办？被我们都吃到肚子里去了，他没发芽，变成了五香瓜子儿。去想一下，为什么这个戏是这样子的？这个人物他在思考什么？他的思考方式是什么？最终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告诉观众什么？多问问自己，甚至在剧本里面多问问我是谁，我在哪，我来干什么的。到底哪里是你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发芽，发芽，一定要发芽吗？到底哪个是你？发芽，一定要发芽吗？我是一颗种子，我得发芽。我不发芽，我能干什么呢？你们见过不发芽的种子吗？Hello， 好啦，可以啦，好好收。那你刷，姐姐已经在刷了。我知道你们俩累，好吗？但是有没有这样一直闹的呀？不要了，嗯。可是明再哭，明天眼睛变成小兔子眼睛，嗯。这是啥呀？这啥爱哭泣的绿不拉秋的那个坚硬小土豆。这是个土豆啊，发芽了吧？土豆发绿的是有毒的哦。是的，嗯，有毒的西德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
它诞生于一个垃圾王国。西德它有心脏，它有肺，然后还有胃，但是它就是没有脑子，因为它的脑子被胃给吃掉了。它本来这个种子就挺好的，不需要再变成其他什么样的，因为它就是自己的部分全都有了，不需要就是活成别人的那种样子。种子是应该发芽的，不然它都死掉。那这个是啥？西德没发芽的时候。那为什么西德是绿颜色的？因为它发霉了。来，每个人过来领东西。好，来，西德，叫的越恐怖越好。好，音乐起。今天我要看到你真实的去找有人在叫你名字的声音。好，来，音乐。你怎么还不发芽？西德是怎么从一个纠结自己发芽到不发芽的这个过程，全都在这一段里面。这个代表你们自己的成长的道路，对他的期盼变成彩色的花，变成高大的树，统统把它绕在一起。但后来他是怎么想起来说，我可以不用变成树，变成花，我只是我自己，抽掉他身上这些束缚，剩下的就是他自己。我是谁？我究竟是谁？来，往上，懂了，各位，欺负他呀！没有这么快，你就拧一下，从转拧拧，对。哦，相思。有无数个我，长出参天大树的我，开出七彩花，开出七彩花朵的我，我反复地问我自己，我是谁？我反复问我自己，我到底是谁？我是西德。首先是我，我才可能是，我才是草，我才是花，我才是树。长成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我。每片花也不一样，很像块石头，你看得到。我很苦恼，是不是与大家不一样？我期盼发芽，感受生命的奇妙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一段也太起来了。是否应该认清现实？我也有时刻是自平平淡淡度过我这一辈子，不会拥有其他人的灿烂。是否应该认清现实？我也许就是个世子，平平淡淡度过我这一辈子。可朋友们陪我身旁，给我鼓励，让我坚强，不想辜负他们期望，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。我也想我可以灿烂。Oh
你找到发芽的方法了吗？大部分植物都说让我努力，努力了就一定会发芽的。可是怎么才算努力呢？太阳花他们说发芽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，可是为什么到了我这它就不自然而然了呀？你是石头，是石头，你也是泥巴。我要争取早日发芽。现在我有些悲伤，眼泪却开始躲藏，内心失去希望，我变得越来越迷茫。是否应该认清现实？我也许就是颗石子，平淡淡度过我这一辈子。可朋友们陪我身旁，陪我努力，让我坚强，祝福他们期望，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。我也希望我可以灿烂辉煌，我也希望可以像你们一样。原来我一直期待发芽，期待外在的改变，可谁说只有外在的改变才能证明自己是谁？我刚刚在一个很奇特的梦境里，那里有无数个不同的我，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我，有开出七彩花朵的我，还有结出硕大果实的我。可那些都不是我呀，我就是我。首先我得是西德，我才能是花，我才能是草，我才能是树。如果你不发芽，你要去做什么？发芽是发芽的种子，我也可以当旅行的种子，画画的种子，还有跳舞的种子。孩子们是我所有希望的源泉，也是我所有向上的力量。我希望化成肥料去滋养他们，哪怕是烂在土里，也要去滋养他们。